就是大概两个月训练吧，然后穿这个机器人的话大概只有半个月，半个月的时间就是虽然说刚在我后边有个康普老师一直在扶着我，但其实基本都是靠我自己独立完成的。如果再训练一到两个月，我相信我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去行走了。现在我感觉就是身体非常舒适，更多的是我觉得是一种幸福感吧，当自己的脚可以脚踩地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的祖国非常的强大，然后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，而且科技的力量让我完成了独立行走，然后并去传递火炬，传递这种希望。